能不能拍一期亡妻回忆录？我好想他。跑题了，这是网活吗？你找情侣博主，你找我干啥？拍啥？亡妻回忆录。嗯，亡妻，我走了。哎，谁给你拍的？整备主打一个宠粉，看我虐死你。你别虐我呀！这段我们拍，男朋友醒了，看你在做早饭。行，这我会。哟，醒了。这都睡到啥钱了？就跟你们媳妇过去吧，家里活你一手不舍得，穿衣服起来干。温柔，早晨那种唯美的感觉。温柔，回眸一笑。你醒了？你这是做梦吗？你怎么笑这么诡异啊？不温柔啊我。这个场景，你梦到男朋友出轨了，在哭，然后男朋友来哄你。懂了。你笑我干嘛？那出轨了，那不踹吗？不是，这谁还能带路啊，大姐？这样好吗？你自己做噩梦害怕，然后男朋友来哄你，温柔，好吧？行。哎，你又干嘛？我做噩梦了。我让你温柔，不是让你装阴柔扮鬼。你平时都这样啊？那那换下一个，让男朋友帮忙选衣服，这总会吧？会。看我穿这件好看还是这件？这里我们拍一个你吃不下撒娇让我当垃圾桶很甜的那种感觉呢。你看我这个爱好吃狗剩你拍不拍？拍拍拍。你吃好了吗？咋了？我不够吃。天天，你这都啥呀？现实跟剧本不一样。太饿了，你再来一遍。都被你吃完了，来啥呀？那换别的。你这他妈真浪漫杀手。接下来这里就是咱们的家了，我一会儿把自己打扮的好漂亮，好漂亮！你以后每天都给我吹头发，好不好？我拿包了，快快快，快快！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又好吃，吃了不愁，中午来，中午来，快快快！你看我之后不会像他们一样分开吧？怎么又喝这么多呀？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别喝这么多。你走，今天吃。